麦图田园庭院木炭烧烤炉，一款多功能多烧烤炉，可以烤串、美式焖烤、煎烤牛排、电动烤鸡等。圆形盖子设计，带有烟囱，不怕焖烤时油烟熏眼。加厚 1.1 毫米冷轧板，配合耐600度高温喷塑，出口欧洲品质，经久耐用，不会因为高温变色变形。重量达30公斤，比市面上同类产品重很多。70乘以40的烤网面积，适合8到15人的烧烤使用。专利积灰盘设计，烤后直接抽出，倒掉炭灰，轻松清理。搪瓷烤网比不锈钢更健康耐用，易清洁。炭网高低调节，控制炉内温度，配合温度计，满足不同食材对温度的要求。折叠实用台面，存放不占空间。自动旋转烤鸡架，让烧烤更具乐趣。